各位网友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游戏评测。因为贴吧里面发了一个帖子，然后有网友说要评测孤岛危机3，然后现在已经下载好了。由于这个屏幕它带有亮度，所以说我试了很多种方法。如果要把整个机器都照下来的话，屏幕就看得不是很清楚。所以说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只录这个屏幕的这个角度，这样的话屏幕会比较清楚。毕竟这个屏幕很小，所以说整体录下来的效果也只能这样了。勉强看吧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CPU 的温度啊，是58度。现在我看一下后台有没有运行什么东西。CPU 现在的占用率是32%、22%，再往下降，我看一下是哪个程序占的比较多。这个是 Windows 那个主动防御的那个软件，这个我现在没找到方法怎么去关闭它。不过占用10%。也挺厉害的，暂时不用管它。现在温度57度，也就是60度左右。那么现在进行游戏评测，我现在是外接的鼠标和键盘，因为录像的话用机器的那个不是特别方便。这个就是孤岛危机3了。这个是用手机录制的，因为相机它这个焦距有问题。那个有一个单反的话录制比较好，但是我一个人一边操作游戏一边拿单反，这个是没办法的，所以说最后还是用手机录制。效果肯定没那么好，但是可以大概看出一个游戏的基本的水平嘛，至少它的流畅度啊这些可以看一下。我们选择战役，把这个屏幕调一下。新的战役，我们是新兵吧。确定。这 GPD 的音效我们比较一般，说实话就是连手机的音效都不如，不过没有破音的现象，人听还是可以的。这前面有一段很长时间的那个这可以跳过。应该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还没玩过这个孤岛危机，也不知道怎么玩的。试着玩吧。
人物已经出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开始正式控制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流畅度，我现在左右晃动一下鼠标，因为现在这个设置是默认的。我待会儿去看一下它，现在看一下吧，看一下它这个设置选项里面吧。画面1280×720，那个已经报警的那个鲁大师的那个 CPU 温度。全屏幕是这个低特效，这个什么材质解析度高，这个我们调低点吧。然后垂直同步这个点否吧。系统规格低，对，就是用的基本上是最低配吧。重新启动，好，确定。进阶图形看一下，这全是第一，所以就不用管它了。三 G 选项，立体三 D 关闭，反转否，这都是最低选项。好了，他说要重新启动一下，我们重新启动看一下。顺便我们出来看一下那个 CPU 的温度，75度了，已经是75度了。好，我们再进去。好，继续游戏，正在准备初始化。他应该正在调节那个好了，初始化完成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现在的话感觉反应稍微快了很多，不过还是不算特别流畅。走一下，好，跟着他走，感觉还是比较卡顿，已经卡到了，刚才，哎，现在已经卡到了，对，一顿一顿的，可能是 CPU 温度过高，然后它进行了一个降频处理了。哎，怎么来了？这里，哎，一顿一顿的，又看到了。稍等一下，我用一下我自带的降温设备，试一下能不能起到一点降温的作用。这个是湿的一个帕子，咱们把机器放在上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温度是多少，温度已经飙到83度了，83度，可以煎鸡蛋了。然后继续，现在还没有敌人出现，不知道有敌人出现情况下会怎么样。哦，这是海面，不要掉下去了。这个人在干什么？安装地雷。再往哪里走？我看一下，
这是在干嘛，因为从来没玩过这游戏，所以说不是特别会玩，只能试着玩一下，试着大致走一下。哦，完了，掉水里了。这里有个梯子吗？怎么上去还是个问题？哎呀！怎么上不去呢？好了，上来了。没看到人呢，回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在这里干嘛？你在这里干嘛？这里装炸弹吗？搞不懂。看一下，甚至看一下温度多少。83度，现在的温度还是83度。这里82度。然后我们继续。还是一顿一顿的，说明已经降频了。这种蹲法的话，这游戏完全不发下去，这已经是最低的那种配置，最低的那种效果。确实，走一步卡一步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键盘的原因哦，一按键盘它就会卡住。我看一下，按一下这个，按电脑上的意思。我把这个取了 ，USB 极限的这个取了试一下。我们先用一下这个本机的试一下。哦，可能是那个。极限器的原因，现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开枪。对了，现在会好很多，可能那个极限区对它有一定的影响，因为我插了鼠标和键盘的，现在就不会出现情况了。我一个人在那里乱逛。这怎么又打的？什么都不是。没有人呢。还算流畅吧，可以玩。这个效果的话，只能说勉强。你看一下温度，83、84度。这个应该是它的最高控制温度了。它应该是到这个温度，它就开始降频了，可能会是这样的。主要是不会玩，因为从来没玩过这个东西，所以说
找不到哪里可以点 GPD 的。类似这种游戏的话，得要那种配置高的大电脑才行。在这个小电脑上玩的话，不够尽兴，真的。起码要有一台类似外星人那样的大屏，然后全高特效，看着都舒服。然后再弄一个曲面的屏幕，在这上面的话，效果太差了。哪里去了？诶，我都忘了出来的上来的路在哪里上来的。哎，没有记录就是这个问题。敌人都没有一个，这有一个敌人被干掉了。被干掉了。啥意思？哦，我走这里上来了。现在看的话，把那个鼠标键盘取掉的话就不卡了，但是流畅度还是不行。我看一下能不能看一下 FPS， 看有没有。游戏里面看一下，没有，应该要下一个软件才能看这游戏的 FPS 控制，没有。哦，错。我们继续游戏，继续，我们再测一下，再考一下，看一下机器的反应。玩的话能玩，如果说这种画面还是能玩的，没问题。我又回来了，可是这个人一直在这里，开枪打你一下。他防弹衣啊，穿着防弹衣，打不死的。哎，你在干嘛呀？走呀，兄弟！怪我玩不来呀！一直把他定在干嘛吗？他在维修吗？你按一下这键盘，看一下是不是要搞什么东西？没什么东东，那再来看一下温度，83摄氏度，还是这个温度，83、82、83，对，这就是孤岛 VG3 的评测，效果就是这个样子，还可以，只能说。想在上面玩的话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你要玩的痛快的话，还是要大型的配置电脑，这个只能说勉强。好了。